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2018年，一批国宝的数据复原工作正在进行中。里耶秦简，现藏于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。这些木片看似不起眼，但模糊的文字却隐藏着大量信息。这些信息来自秦朝的一座县城。2002年6月，湖南湘西里耶古城一座古井里发现的37400余片秦简，震惊世界。这片秦简上记录的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字迹已经很不清晰了。它经过火烧过、水泡过，就很难再现它本身的这个原貌。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技术，比如说多光谱的采集，可以把它很好的再复现出来。南阳户人金不更、郑不保，契约有子小上、造思。2200年前的一户人家，户主郑不保享有爵位不更，他的妻子名叫有，两人还有一个未成年儿子造思。当年他们生活在南阳里，现在这家人在这片木简上团圆。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的户口本？我还知道有一片更像身份证。顾邯郸，韩神礼，大男子，无骚，为人黄锡色，随面，长7尺3寸。23个字介绍了一位来自原邯郸韩神礼的男子，他叫吴骚，皮肤有些黄，椭圆的脸，身高1米7左右。有了这块简，吴骚可以避免被冒名顶替，官员检查人口流通也有据可依。即使他的身体已成为尘埃，但木简还记得他的样子。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，全国共有40多个郡，地处洞庭郡的千陵县并不起眼。这里的大小官员也很平凡，他们当年日复一日书写完成的官府文书便是现在的里耶秦简。大部分的木简记载的是秦王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后的秦代，其纪年由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，一年都不少，记事详细到了月和日。大量的木简一枚便完整地记录了一件事儿，一个时代浓缩于一个县，一个县浓缩于一片木简。37000多枚木简就像是一部秦朝县城生活的百科全书，写满了当时的各个方面，有通邮，有行政建制，有买卖、算术和记事等，全景式展现了郡县制下一个秦朝县城的管理和运行。始皇28年，千陵县服役人的死亡率颇高，每6又63分之5个人当中便有一人死亡。始皇32年，千陵县的仓吏将祭祀剩下的一斗半酒卖给了城。始皇32年，千陵县共有户数55534户，甚至还有3片目前可见最早的九九乘法口诀表。在正史当中，对秦朝行政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记载不足1000字，而里耶秦简用近20万个字为我们描绘了37000多个从前。这如同复活了秦朝的一个细胞，继而复活了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。那时的小吏与平民仍存于尺度，可以阅读，可以理解，可以想象，可以在尺牍之间看到那些被秦时明月照耀过的生命与时光。
生命若走进边界，帝王也无力逾越。也许制作一辆精美绝世的车马，才能驶向梦想的远方。拥有这辆车，是否意味着不朽？1980年冬天，在临潼秦始皇陵封土的西侧，两乘青铜车马模型先后出土。一号铜车马是历城车，也叫做高车。车舆、四马、配饰一应俱全，甚至玉手也被细致刻画。车马以青铜铸造，马身佩戴金银装饰的配件，局部施以彩绘。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所发现礼制最高、形象最完整的古代车马，不计工本地用金属代替真实原型，诉说了始皇帝的勃勃野心，背以死亡，图谋远方。一号车高152厘米，长225厘米，相当于真车马的一半。尺度令铜车马区别于陪葬系统的其他物象，虽然略显微缩，却不减精致。这辆车重量超过1吨，然而它并非凝固的雕塑，而是由3000多个零部件组成的灵敏机械。数量庞大、形状各异的零件，挑战了金属铸造与组装的技艺。修长或大体量的构件采用空心铸造法，宽而薄的则使用铸锻结合的工艺。复杂的组件被分解成简单的元件单独制作，再通过活页、子母扣、销钉或扭环连接合为整体。严密拼接的青铜车马再现了大秦制造的优良品质，让我们重温一颗充满理想的心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朝建立，自称始皇帝的嬴政意图制造完美的国家制度，设置由中央统一管辖的郡县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修筑通达天下的道路。秦朝高速公路、直道和齿道很快诞生，车轨距离的国家标准也随之出现。秦始皇沿着自己铺设的道路，先后5次驾驭车队巡游疆土，他的生命终止在旅途。曾经最威严的人间仪仗，化作驶入陵墓的悲壮行伍。陵墓之下，另一组车马整装待发，静候主人的魂灵。帝国尘埋，青铜剥蚀，从未启程的座驾，是否真的能够疾驰到达远方？